頭先喺地下執到張嘢啊！聽講係阿陳慧心妹妹佢第一個十字，亦都可能係最後一個 solo 喎。佢自己係咁講噶。唔係，應該係第一個。最後一個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是這樣說的，所以就說叫做女主人咯，女主人啊，吃辣的女人寧願用身體來流淚，也不在男人面前流一滴淚。2014年一定要看了，2014年1月10日。這個家居大家遠距你試下唔嚟睇啊！阿眉姨你點睇啊？好，女主人，我話你聽，入去嗰個麥高里小劇場嗰度，我把你又食又拎，一鑊餸，咩咩都～